弟兄姐妹平安，即便在孤单的当中，我们依然能够从神那里领受力量，让我们维持着信心，用祷告向上帝来支取力量。愿神的恩典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在祷告当中彼此祝福，彼此带祷，知道神与我们同在。Thank you.